应中市嘉义县一间药局排满人潮，大家准备来买口罩，药局走道都被塞满。这时有一名穿红背心的阿嬷突然蹲下来往旁边的货架上挑东拣西的，让前后排队的人还分心看了一看。只见阿嬷拿起了一罐枇杷膏放在手上继续排队，但画面中再度出现她的双手时，枇杷膏却消失了。原来她已经把枇杷膏放进一旁的包包内，店家发现失窃掉监视器，要证明忘记付钱的阿嬷赶快把钱还回药局。警方网路巡逻发现，主动查案，找到阿嬷家敲门询问，阿嬷看到警方上门满脸不安惊恐。警方巡线到家中通知谢谢的，他该名妇人已经将所窃取的枇杷膏开饮食用。药局人员辛苦的卖口罩，没有其他的心力顾其他的地方，这阿嬷居然趁着排队的时候顺手牵羊，一时的贪念，她也一窃盗罪嫌被移送。